上两讲我们比较集中在胡适先生在他的少年时代阅读的一本英国的关于英国的制度体制方面的，尤其司法制度方面的一些观感。那么包括他提出来的六条公理，那么这六条公理应该是立正的立，六条公理。我们呢分两次结合我们的我对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司法制度方面的一些特色吧，做过一些简要的分析，给大家聊了聊司法制度不是实体的东西，而是程序性的东西。比方说法律面前的平等啊，比方说这个无罪推定啊，比方说司法公开啊等等这些程序性的东西。那么我今天首先我稍微补充一下的，上一讲作为最后我也提到了，我说其实随着这是100多年前的书，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关于司法制度、司法程序方面的一些规则，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个人观察，我个人的阅读，也可以了解到有一些程序性的规范也在不断的被确立。而且可能这些程序性的规范啊非常重要。也许对于西方来说，某些程序规范可能不见得是那么，也就大家都是习以为常的，觉得这个不需要去单独点出来。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某些程序规范其实特别重要。比方说，我觉得可以补充几条的。第一条呢，是法院这个机构，其实它只是一种裁判纠纷处理案件的一个机构，它不应该去处理一般性的，制定一般性的规则、普遍化的规则，这不是法院的工作。也就是说，法院是一个，比方说坐堂问案，你有了纠纷，有了案件，有了刑事案件，由法院来加以裁判。法院依裁判所依据的规则，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各国的议会来去制定的规范。当然，你也知道，英美国家它有一个传统，就是这个判例法。判例法呢，就是说，很古老的一些规则。比方说，一个澳大利亚的法官，可能他在裁判案件的时候会引用到，英国在400年前的某个法官所确立的规则。过去那个时代，英国的早期的议会，它的规则，它的主要的功能，主要是来去限制王权，比方说财政的权力的一种，它是握在手里边，认认真真的审查，比方说税收规则的制定啊等等，它主要的功能是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制定法律。而英国的法律的形成，大家知道，普通法就是一个所谓的判例法，是法官在他们的司法过程中间不断的通过遵循先例原则来去确立了，慢慢的确立了一系列的法律的准则。当然，现在英国的议会在立法方面的功能很多了，权力很大。英国的法官当然通常会比较谦虚的，他们从来不会说他们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们会说他们是法律的发现者。这种发现就是说，主要是发现更古老的那些个，也许被淹没了的规则，他重新把表面的灰尘给拂掉，然后确立了这个规则在今天的生命力。另外一方面，也的确可以看到，如果议会来去就某一件特定的事物、某一个社会关系来去制定规则的话，那么法院是必须遵循这个规则的。许多人都知道，英国有一个古老的谚语叫：“英国的议会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以外，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可以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议会至上的一个体制。那么，即便在美国这个在美国这样的三权分立国家，可能更需要去注重如何去区分属于议会的权利和属于行政的权利。所以，美国的法官特别喜欢说一句话，说这句话叫：“一种权利只有是有限的，它才可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他绝对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无远弗届地深入到各个方面，蚕食行政的权力，蚕食
立法的权利，这个是不可能的。法院就去职能的特色来说的话，就是依照既有的规则来去裁判案件和纠纷，它不可以制定一般性的规范，比方说它起到立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国家最高法院以前曾经出台了一个，不是最高法院，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不是最高法院出台了一个说关于新闻媒体报道司法案件的若干规定，暂行条例。那么这样的一个规定了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媒体可以对法院的案件进行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允许进行报道，还规定了一些相关的处罚的规则。我记得当时好像广东的几家媒体的记者因为他们对某个特定案件进行报道，对判决进行批评，所以受到了法院的处罚。法院规定，不允许他们对于这几个记者今后再对于相关的司法程序，对于法院的司法程序进行一种采访报道。这完全是一种越位的一种做法。我想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这个就是说是关于上面说的六条之外的一个规则。那么第二个要补充的呢，就是说法官是一个没有法啊不我们可以说法院之外无法院，也就是说司法机构法院是唯一的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我们不能容许其他的机构代行法院的职权。法院是终极性的，我们国家的诉讼法也明确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在人民法院最后裁判一个人有罪之前，任何人都被当作无罪，这是无罪推定的规则。同时也明确的规定了，只有法院能够确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和无罪。这方面我们国家其实历史上教训很多，大家记得1950年代的时候，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的反革命的所谓反革命，其实是由人民日报来去宣布的。人民日报在任何司法程序没有启动之前，就把胡风集团的成员宣布为反革命罪。那这个根本没有法院的事儿。直到今天，我们有时候想想，一个人还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判断之前，报章杂志就大规模的渲染说这个人是受贿多少钱，被立案侦查等等，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是完全蚕食了司法的权利。我们想想法院这个机构，在如果我们的官方媒体像新华社、像人民日报，如果已经宣布一个人有罪，一个宣布一个人受贿多少、受严重违法乱纪等等，这样的话对他的最后做出，如果要做出一个无罪裁判的话，那简直可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应该得到一个基本的确立，那就是说法院之外无法院，法院之上无法院，不可以说由法院之外的某个机构或者媒体或者其他的机构来去对一个人的案件进行裁判。有人说听不到声音吗？连不上麦吗？大多数我想能听得到吧。这是第二个要补充的。第三个要补充的呢，我们要说是法官无上司，法官无上司。说的这个话可以说，这个他的追根溯源这句话的规则其实是来源很了不得，那就是马克思说的。对法官来说，除了法律以外，他没有别的上司。也就是说，法官是这样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职业。这种职业，他是由他来去主持的一个案件的审理。那么，对于这个案件来说，他握有完整的权利，也承担完整的责任。所以，他并不是说行政意义上的由首长负责制，由法院院长来去决定对这个法院所判的所有的案件负责。尽管法院判决书里边盖的是人民法院这样的一个大章，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案件是由法院院长来去负责的，而是由每一个法官在他对他处理的案件，他来去负责任，他来去享有完整的权利。所以，法官这个职业，它就是一个平等的职业，不可以搞三六九等。我们国家的法院的法官，哎呀，这个等级感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有时候到法院去，给人感觉就是行政那个意义，行政的意味特别浓厚。我们那些个院长们颐指气使的，法官见了院长就点头哈腰的，完全是一种非常行政化的一种色彩。这种东西是不符合法院法官这样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职责的。第三个要补充的呢，第四个要补充的就是说，法院没有上级法院，所谓是上下级法院之间，下级法院应该独立的决策，上级法院应该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判决，也不影响下级法院的判决。这个是我们前面也多多少少提到这一点，我就不再展开来说了。那么最后要补充的呢，就是律师的辩护权利的问题。在现代司法体系中间，为了更好的保障人权，为了推动一个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其他的司法程序，包括行政诉讼程序，那么原被告双方的一种地位的一种平衡，那么就必须要保证当事人享有一种律师的辩护权。当事人对于一个独立而专业的律师的辩护权是不可剥夺的。我们有时候经常跟一些其他国家的律师交流，那么有一次跟英国的一些这个律师交流，我们问英国律师对英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来说意味着什么。英国的律师说，如果没有律师的介入的话，刑事司法程序基本上是不可能启动的。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当他受到了指控，受到了政府的指控，那么马上他就享有律师的辩护权，而且律师的辩护权是从一开始就享有的，而不是说等到警察的程序结束以后，像中国这样才享有律师的辩护权。我们国家的法庭上面，刑事案件中间有律师辩护的案件的比例可能不到一半，甚至更低。那么许许多多的案件，即便是有可能判刑五年、十年的案件，你经常可以发现，居然没有律师辩护。没有律师辩护，其实对一个人来说，真的像大冬天裸体在外边奔波那样的危险。因为法律里边充满了陷阱，有太多的事情你可以看得到。可以说我在某个地方，到法院去旁听案件，那个案件中间，我真的是感觉到，那还是有律师辩护，但是律师居然完全不负责任。因为一个案件，什么叫重要？案件的重要事实和不重要事实、非重要事实，这样的一种说法，经常让当事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其中的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界限，非常严重的一种对于他来说，如果区别不好的话，是严重的后果。三个小伙子，一个19岁，一个20岁，两个20岁的，完全不明就里。他们以为他们实际上是他们三个人在街上受到别人的唆使，说那个人说你们三个小哥们儿帮我打这个人一顿，揍他一顿，因为他们两个人结下了某种冤仇。结果三个小伙子后来就那天就出去喝了点酒，出去以后遇到这个人，正好看到这个人路过这个门口，然后出去以后就暴揍了那个人一顿，然后接下来就这个人的钱包就掉出来了。他们三个人就一看还有钱包，然后呢一看还有手机，然后就把钱包手机给拿走了，钱包里边大概有700-800块钱吧，他们三个人就分了，把手机也变卖了，就分。那么法官问说，本案的重要案件事实有没有出入？有检察官指控他们不仅仅是说打架斗殴这种事儿，因为打架斗殴本身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只不过是打成了一种很轻微的一种皮肤伤，皮肤伤。但是他们的
所谓的抢，这个最后还有所谓的抢劫，这个抢劫完全是不存在的，因为只是最后打的结果掉了钱掉出来了，他们的动机只是打人。结果法官在法庭上询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说你关键事实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是律师的话，我就坚决要求说，这关键事实就是说，他们的动机，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打架斗殴，而其他的事情是后来发生的连带的事情，但并不是他们的动机。结果三个当事人以为他们最后把钱给分了，就是关键事实。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样的一种刑事程序中间的一种法律中间的一些非常复杂的概念，这种概念怎么去界定，怎么能够构成一个特定的犯罪，这些事情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的。但是如果要是许多案件没有律师辩护，许多案件律师即便请了律师，或者说政府指定了律师，但是这些律师都，你们知道有时候律师真的是特别的可笑，提前要受到某种协调，然后要求他们不允许做无罪辩护，结果被告人在法庭上自己进行无罪辩护，说自己是无罪的，但是律师说不不不，你是有罪的，不过你罪没有那么重，最后的结果变成了一种这种情况，真的是对律师制度的莫大的讽刺。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国家已经有可以说60万左右的律师了，这是过去做梦都想不到的这样的一种规模。很快我想再过可能5年6年就达到100万之众，这是邓小平生前曾经希望的，说中国应该有100万律师。但是我们如何去更好的发挥律师在刑事，尤其是在刑事司法中间的这样的一种角色，我觉得坚决不能鼓励法官或者检察官在法庭上对律师的作用完全无视，应该鼓励律师法官对这个法官和检察官以及所有涉及到政法工作的这些个官员或者机构都应该尊重律师的这样的一种辩护的权利。这是我想补充一点上一次讲座所提到的有几个非常我觉得今天应当需要去很好的去补充的一些个若干条新的功力吧。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叫文言文与司法决策。文言文一说文言文，当然文言文是我们的100多年前大家流行的一种语言的风格。现在我们大致上除了网上经常有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网上就开始说什么什么什么用列算体，用司马迁的那个文体来去讲一点，写一个某某某传，说重庆的王立军事件出现了以后，就有人说王立军传，这个列传，这种调侃式的文字以外，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使用日常写作所写作都用的是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但是呢，文言文的思维，文言文对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整个的写作的一种影响仍然还是存在。而且想想当年1917年1916年1917年开始了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这样的一种运动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见，或者说有了解这个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胡适啊、陈独秀啊、钱玄同啊，这些人当时我所在的这所大学是这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本营，那么去推动它还是非常艰难的。文言文与司法决策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要分析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先更宽泛的去理解所谓的修辞学和司法决策。修辞学，我们过去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过，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那个时候古希腊没有专门的法学家，没有一个专业的法学家，但是那些哲学家们他们在讨论法律问题的时候，我当时说
其实是在几个方面都讨论，比方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边讨论过法律问题，在伦理学里边讨论过法律问题，在修辞学里边讨论过法律问题。修辞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其实中世纪欧洲的法学方面的一种大家研究法律问题、思考法律问题，很大程度上都集中在所谓的文法学校。文法学校，他们多数情况下把从前的法律的那些个东西来去，包括西塞罗啊这些人的这些遗产，当做一种，怎么去让一个人的思想更加细致，让一个人更会运用逻辑，这样的一种修辞学的角度来去，把看待法律。那么，如果从宽泛的修辞学来说，大家可以知道，其实修辞学里边包括的内容很广泛，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修辞，例如法院的建筑，法院的建筑本身带有一种修辞学的一种功能。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观察一下的世界那些个历史上的那些个大人物们，他们有不少人雅好建筑，有太多的，比方说斯大林喜欢建筑，希特勒喜欢建筑，尤其是一些病态的，像这个墨索里尼，大家到意大利罗马，你可以看到墨索里尼当时经营的罗马的那些个建筑，现在还有。希特勒就喜欢一种特别，他特别不喜欢那种巴洛克、洛可可式的，或者说文艺复兴式的，比较，在我们看来，我们的话叫珠梁画栋，也叫线条比较这个弯弯曲曲的啊，跳跃式的啊，有点欢腾气象的那样的一种线条，色彩一种多姿多彩、金碧辉煌。他，就希特勒的审美观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很喜欢那种洁白的，线条非常简朴的，而不是喜欢很复杂的。但是他的，比方说他的那个当年的总理宫，也就是说他作为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的总理，他的一种整个的办公这样的一个设施，那栋巨大的房子，哎呀，当时捷克的那个总理。进入去觐见希特勒，然后呢，从大门进去以后，有一个长长的甬道，几百米的一个甬道，然后进了大房间以后，发现巨大的铜门推开以后，那个整个的大厅里边几乎是没有家具的一个大厅，线条冷峻，色彩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惨白那种感觉。他走到大厅的时候，两腿已经开始颤抖。然后进入到希特勒偌大的一个办公室，也是非常非常简朴。希特勒在那间办公室里会见他，哎呀，希特勒觉得这样的一种建筑，真的，他曾经说，德意志民族的伟大绝对不应该仅仅通过无形的，比方说我们的文学、我们的音乐，而且要通过有形的东西。我们必须要通过建筑来去展现德意志民族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一种人类最伟大的民族这样的一种气象。没有有形的建筑是不可以的。这种建筑不仅仅能够唤起国民的那样的一种对国家的自豪感，而且可以震慑敌人。像总理宫这样的一种建筑本身，说什么叫一种对敌人最致命的武器？这样的建筑本身就是了，所以他喜欢这样的一种非常宏大的建筑，所以建筑也是一种修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托克维尔，法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到了美国去，发现美国的民主制度对于各个方面都会有影响。比方说，他觉得美国人的住宅其实显得并没有像欧洲那么。包括富人的住宅都不是那么辉煌，
但是美国的政府建筑，比方说美国的白宫也好，美国的国会大厦也好，都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他说，一个民主国家里边，往往每个人其实显得比较渺小，但是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想象总是非常宏大的，所以他们的建筑也体现了整个的国民的一种心理，大家觉得政府的建筑应该是这样的。我还曾经观察一下子，比方说柏林那个东德那一部分的建筑，那建筑的格局真的是，有一个检阅台在那个正方那个地方，高高用于领导人检阅人民群众，然后左边是一个大会堂，右边是一个历史博物馆。我一看，这个跟我们的天安门广场的那个格局都是一样的。我有时候想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建筑风格的影响，也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趣。那么司法的建筑，它本身也有一种说，一个国家法院能够建成什么样？我们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访问的时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事务局的一个局长说，在美国这个国家，你到一个城市里边，你往往能够发现，这个城市里边最漂亮的建筑是法院。美国人民喜欢更多的把钱投入到建一个更漂亮的法院，让法院成为这个城市里边最辉煌的建筑，因为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法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机构，所以法院的建筑会投入也很多。你们知道，美国的包括地方法院的法官，我觉得有时候我有一次到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最基层法院的州里边的最基层法院的建筑，你会发现，到了法官去访问这个法官，然后这个法官叫哈特，哈特法官，我们到他的法庭上去旁听审理案件。旁听审理案件呢，他正好在审理一个案件，我们就一看那个进入到审判厅那个门上面，镶嵌着他的一个名字，叫 Judge Hart，哈特法官。这是哈特法官的审判屋、审判厅。推开门以后，进到这个法庭里边，坐到后边的旁听席。我在那儿就坐下来以后，先周边观察一下这个法庭的格局，那照例是他的法官的旁边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和德克萨斯州的州旗树立在那儿，然后法官一个人正在很用心的审理案件。我周边看一下，哇，建筑好漂亮！这个法官一个人用这么大的一个审判厅，然后在我往后边背后墙上一看。背后墙上正好，哎，这墙上挂了一个大的油画像，一个人的肖像。我再一看这个肖像，我一看好像跟这个法官长得有点像。我说，我会好奇怪，这法官怎么把他自己的油画像挂在法庭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好奇怪。然后后来审判完了以后，照例安排了一个座谈会。我们跟这个法官哈特法官座谈，我就问哈特法官，我说审判厅那个正中背后正中那个悬挂那幅油画像，我看的有点像您，是您的画像吗？他的回答说，哈哈，那个你还注意到那儿，那是我爸爸的画像。我说啊，更奇怪了，你怎么把你爸爸的画像给放到这里边来了？然后他说啊，你们有所不知，我爸爸生前就是这个法庭里边的法官，他最后去世之前一直是这个法庭的法官，而且这一辈子广受本地人民的赞誉，所以他去世以后，本地的一个伟大的油画家给他画的油画，法院最后法官会议研究决定，这幅油画像就挂在现在的小哈特法官的这个法庭之上，也就是说，老法官一辈子在这个地方。他说，每次我审理案件的时候，一坐下来审判厅，我抬眼一看，就看得到我爸爸两个眼睛在凝视着我。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个像我爸爸一样的了不起的法官，
深受人民爱戴的法官。哎呀，那一刻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两个国家的司法文化真是差异太大了。你可以想见，中国这个法庭上，我们的法庭都是一模一样的那种，很单调的一个格局了。然后呢，他这个法官的背后，你可以翻到他审判席的背后有一个专门是他来出入的一个专用门。你进了这个专用门进去以后，你发现是哈特法官的更衣间。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穿上他的法袍，然后一开门就可以出庭。然后更衣间那个门一再往里一走，你发现的是哈特法官的研究室，也就是他的整个的书房都在那个地方。他平常就在这个地方不审理案件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去研究研究法学，研究其他的东西，在这儿进行学习阅读。然后通常那个墙上会挂一个任命他做法官的那个州长的这个任命委任状，这个委任状基本上都是法官喜欢把这个委任状挂在墙上。然后因为离法庭很近，这个他自己连研究室就在法庭的隔壁，所以法官在审理案件，现在当然电脑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以前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要律师提出来某个法条或者某个法律解释，他觉得有点问题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要求说，大家可以稍微暂停一下的，我到书房去找一下我的书。他马上就进了这个旁边的门去拿到那本书，回到法庭上来现场去查这本书。这是很方便法官随时来去对相关的文献进行查阅的。然后再往外边，这个研究室旁边那个一个连起来的一个像套房一样的那个地方，那是法官的几个助手。这几个助手就是国家花钱给他配备的，往往是法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能够申请成为一个法官的助手，英文叫 clerk。能够成为 clerk 的一个法官，尤其是如果你能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 clerk， 那简直可以说是极高的荣耀。一辈子你的简历里边有这一条的话，你走到哪儿去都会被高看一眼，是你了不起的。但是州法院的法官也会配备这样的一个 clerk， 基本上是一种既是法官的一个学徒，同时也是法官的一个助手。跟法官就像有点像是老师、学生、父亲、儿子还有朋友这种几种关系的一个柔和体。通常一个 clerk 跟着一个法官会干一年，一年以后他就离开这个法官，然后他就从这个法官的言传身教里边能够学习到这个国家的司法的一种风范和法律的一些道理。这是这个再往旁边进是另外一个门，进入到法官这个系列的一个办公区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那个真正叫秘书了，那就是在前面接电话呀，给法官安排他的日程啊，这样的。一个法官其实身边有三四个助手来去协助他工作，这需要一种特定的设施来去配备。法院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我说每一个法官都是这样的吗？他告诉我说每个法官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设施本身强调的是法官的独立性和法官的一种尊荣，法官的尊荣，还有法官需要许多人帮助他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还有法官跟某些社会的一种隔离，这种隔离的状态，这是法庭的修辞的一部分。法庭的修辞当然也包括，比方说，你可以通过法院里边的法官的一种坐席，检察官和律师他们的一种座位，还有如果刑事案件的话，刑事被告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处境。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地方，你比如欧洲大陆国家，他们喜欢把法官检察官都放到一个台子上去坐，然后律师是在底下，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边，他的律师的地位偏低，
而法官、检察官和法官的地位都被称为一个所谓的司法官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拿着国家的俸禄的，他们享有更多的决策的权利。检察官在刑事案件中间更愿意更多的去享有一种跟法官之间更近的距离，而律师的距离就相对遥远。我们国家其实有不少朋友可能回忆起来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的时候，那个在那个法庭叫什么，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最高人民法院两岸审判专特别法庭，特别法庭。那个法庭当时设在北京市的正义路一号。当时我在重庆西南政法，我们在还是在读本科的时候，一直80年吧。然后大家每天晚上电视新闻联播结束以后，就听一下子这个两岸审判纪实，其实是一个剪辑。有许多人说曾经进行过公开电视的直播，其实没有电视直播，基本上是剪辑。因为直播这个东西很危险，有时候当时法庭突然将刑发飙了，那你全国看到了有点不好，或者说讲到许多事是毛主席叫他干的，那也是损害伟大领袖的形象的，所以基本上是剪辑。那个时候听到说北京市正义路一号，哇，好神圣的一个地方。如果将来有机会到正义路一号去看一看该多么好，这是当时的一些想法了。当时审理案件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奇怪，是法官和检察官都坐在主席台上，那个很大的一个像小礼堂一样，然后呢律师坐在侧边，律师群体。前不久张思之先生去世，他就是当时的这个律师组的组长，律师辩护组的组长。我们当时并不感到很奇怪，但是现在我们的法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律师和检察官同样都在法官的审判席的两侧，他们对峙的一种状态，不再是说让律师单摆副戈的被边缘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座位的一种方式上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吧，一个让人喜欢的一个地方。当然有时候检察院也不是特别愿意去这种状态，在江苏的某一次审判中间，那个检察官把卷宗拿出来的同时，也从包里面拿出四块砖头来，把他们前面的桌子腿分别放一个砖头把它垫高，以显得自己高于律师。这也是特别特别的当时也是酿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很重要的一点，被告人的状态是什么？你看到美国的法庭，尤其许多朋友喜欢看律政剧，或者说电视曾经直播，比方说这个辛普森案，那个被告人衣冠楚楚的就跟律师坐在一块儿，那个律师站起来发言，然后律师质问，执政自己这方面的被告人。把被告人作为证人来执证询问。托克维尔说，到了美国法庭上，你经常会发现那个刑事被告人，你分不清楚那排坐的那几个人哪个是律师，哪个是被告人。因为美国的律师跟英国的律师不一样，英国律师要戴个假发，穿上律师袍。美国的律师早期的时候，托克维尔那个时候应该是180多年前，美国的律师也不大穿他们的律师袍，然后法官也没有，经常也不穿袍，就穿个西装就到法庭上来。这样的一种律师跟那个被告人，其实他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被推定为无罪，要显示在法庭的格局上，那就是说被告人要跟律师在一起，被告人不能够说像我们的被告人那样的，他穿个黄马甲，还要上来的时候还戴着手铐上来的，然后坐在那个审判席的正对面那样的一个，有时候还给他们有一个什么很特殊的椅子，让他们被舒服在那个地方，
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看到，他显示的被告人的一种他的处境到底是怎样的，他显示一个国家的权力的一种安排是怎样的，这是我觉得法庭修辞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我们已经提到法庭修辞学的，比方说服饰，我自己个人是用了很多的心力在90年代呼吁。要求我们的法官不要再穿那个军警式的制服了，我们的法官穿的那身衣服真的是像个警察，我们法官应该穿上袍子法袍，我家里边还有个法袍。那天我想着这个是不是哪天讲座的时候我穿的那个法袍是我在德国买了一身德国的法袍，那天什么时候想穿一下的。其实德国的法袍很朴素，只是那个黑色的，没有什么装饰，不像英国的高等级法院的法官的服饰那种是，有时候猩红色的，有时候是金黄的一种的那个装饰。我们的法官穿的是军警式的制服，你可以发现这个军警式的制服其实意味着。我们对于司法这样的一个职能的认定，是认为它是刀把子，它是一个专政的工具，它跟军队、跟警察一样没有区别的。我想我们后来就慢慢的推动，最后到了应该是2001年前后吧，我们的法官终于脱下了那身军警制服，摘下了大盖帽。穿上了一身法袍，但是这个法袍设计的也不大好，好像是一个请的大连的一个设计师设计的，有点像是一个不是法袍是法大衣，简直可以说是他这个扣子扣的是紧紧的，这个地方还扣的紧紧的，是因为好像他们说是因为中国的许多的法院的法官不是特别的会打领带。所以就干脆里边不露出来，我觉得光着膀子夏天都可以穿可能。然后这边还有一片红颜色，哎，有点像我今天的这个样子。这个地方是下来是一条红红的，这上面还有4颗金色的纽扣。有人说这个4颗纽扣，象征着党。个什么法律、人民、事实，分别有这样的象征，这好怪，好怪的一种象征。有人还说，这是我们四级法院的一个标志，那个红色的这一条显得很难看，像是肠子被拽出来一段那种感觉，特别的讨厌。我觉得设计的很难看，但是毕竟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服饰，穿上这身服饰，我觉得让我们能够，我发现有我们的小道说看不见，还发了一句"哎，心寒"，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能看见了，还是又看见了？好，有人说又看见了。那么服饰很重要，比方说大家都穿法袍，你到了美国联邦这个法院，你发现最下边的法官、最上面的法官穿的法袍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格式，这象征着这个法律职业，法官这个职业是没有等级的，最下级的法官也是一种非常有尊严的法官，最上级的法官也是一个法官，这是没有差异的。那么法袍没有等级，还体现在你看不出来他的，比方说像军衔儿、警衔那样的，他有衔级的，我们法袍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法袍也是一种服饰，这种服饰只适合在室内穿，而不大适合到室外去活动。到室外去穿个袍子，那就显得有点像是一种装神弄鬼的感觉。这是意味着法官这个职业，他是坐堂问案，他的行为必须保持必要的消极性和中立性。法袍还有一种特别特殊的一种功效，比方说不。我觉得不止法袍，我们当看看英国的法官戴着那身那头假发，
英国的法官都是戴假发，包括香港的法官。这个假发实际上是用马鬃毛做出来的，最早期的时候曾经用过人的头发做，但后来发现还是用马鬃毛做比较好。用马鬃毛黄里透白，灰不拉几那样的一种颜色的一种假发戴上去以后，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人好像有点，比方说一个年轻人戴上去显得很老，哎，这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假发所追求的一个效果。因为法官这个职业其实是不要太年轻，在英美国家里边，所有的法官其实都要从学习法律结束以后，然后到律师事务所，或者说政府雇佣律师，也就是检察官，他们干10年以后，然后在业界出类拔萃，往往都要10好几年的时间。如果一个人法学院，比方说在美国你读法学院，毕业的年龄平均应该有26岁，因为大学本科毕业，因为美国没有大学本科的法律，大家大学本科都是学别的专业，本科毕业以后再考法学院，法学院的学制是现在都是3年，那毕业考个几年再考上，这个情况很常见，然后再进入法学院成为法科的学生，然后3年下来毕业以后，然后做律师，这个时候他毕业的时候通常都在25、26岁、26、27岁、27、28岁，然后再做律师做10几年，你想想基本上就是40岁，40岁以上，这个时候他可能才会被任命为一个法官，而且他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会被任命为一个法官。这个时候40多岁的人这个年龄上面，从自己的职业人生阅历、职业的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方面，就达到了相当成熟的一个阶段，然后在做法官的时候，那真是有一种很有说服力啊。你们知道这个司法这个职业，它是一种特别特殊的职业，它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案件都是那么可以发现一个是非分明的一个解决，有不少案件其实最后的解决其实不过是就是这么着吧。啊，当然刑事案件说证据到底是谁杀了人这样的一种东西是有个一个确定性的结论，但是许多的案件，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很最近这个事情很严峻，就是妇女有没有权利堕胎。你说有权利堕，主张有权利堕胎的和主张无权利堕胎的，可以说各有各的自己的一种强有力的理据。那你怎么去判断这个案件，让大多数人能够心服，让败诉的当事人也不会觉得能够抓住你明显的把柄，或者说能够真的是去反抗这样的一种裁判，往往需要去依赖一种司法决策层的这样的一种大家的信赖感，大家相信你。有许多有一种美学叫接受美学，有一种理论，这个接受美学是说这个一种东西，一个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文本本身，而在于接受者怎么去理解这个文本。就像我们经常说《红楼梦》是关于什么的一部小说，哎呀，你会发现蔡元培说《红楼梦》体现的是对满族统治的不满，所以是排满的小说，不是说这个《红楼梦》是作者的一种传记式的小说。毛泽东那个时代有两个小人物叫李希凡、兰陵，他们写文章说《红楼梦》是一部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小说。哎呀，真是可以说鲁迅说那个，就说这个一部红楼谁都说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家俞平伯说人家小说就是一个小说好不好，你们老是把小说当成一种政治性的东西，老是把小说作为不是小说的东西，小说就是虚构的，体现了作者的某种爱情观念，怎么会一定要把小说说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同一个文本人们理解上的差异。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文本本身的这种意义也经常取决于什么人来去宣示这个文本。我大学实习的时候去处理婚姻案件，哎呀，我觉得当时我才21岁，那去调解婚姻关系，我看了师傅，我那个师傅40多岁的一个法官，哦呦，他调解的特别好，我在旁边看的，看了几天以后，我说师傅，我来调解一次吧，结果我就调解，哎呀，我发现师傅调解的那个效果我一点达不到，因为，比方说我跟那聊闹离婚的两口子说要珍惜夫妻感情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呐、啊。人家那个眼睛都翻白眼跟我说，你有过一日夫妻经历吗？你还一日夫妻百日恩。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现在我这样的一种这种形象，然后去处理婚姻纠纷，我觉得我的说服力就会比我在40多年前、40年前那样的一种状态，那不知要好多少。并不是说我说的道理更比以前更深刻了，或者更有说服力了，而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人是一个有人生经历、有人生阅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他的讲的道理是我们可以信服的。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也就是说，西方有一句，英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这个法官呢？要老一点，所以我们国家如果说法官跟其他的公务员一样都是60岁退休，我觉得对于法官来说，60岁正好是一个特别的适合去做法官的一个年龄段，60岁、70岁都是特别棒的一个时候，尤其是在基层法院调解那种处理那种这种各种各样的房子的纠纷呐、啊，家庭内部的纠纷呐、啊，我觉得没有一定的年龄、年资，没有一定的那种，哎，让当事人信服的那样的一种这个经验性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让一个案件能够顺利的得到解决，会加大案件的这种处理的成本，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修辞学，所以。当一个人40几岁的时候，有些人还显得太年轻，这个时候戴上一个假发，诶，就显得有点老了，啊，有点看上去就有点老态龙钟的样子，哎，这样的话就会有对于案件的处理会有一种更多的帮助。狄更斯到曾经在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曾经对于这个。他到波士顿去访问的时候，曾经讲过说，在波士顿当时是一个很小的城市，说，假发还有一个，这个穿上法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穿上法袍，然后能够让一个人好像跟其他的人长得都差不多，几个法官长得都差不多，所以他说熟人社会需要有某种装饰来去让一个人在法庭上看上去跟他平常不大一样，这样的话。有利于让一个法官不要经常的被人所，关注，尤其是败诉的当事人所关注，这个是不大好的事情，所以这也有一点化妆术的感觉吧。那么，法庭的修辞学里边，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方说道具，现在我们的法院法官手里边有个法锤了，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说法庭修辞学的一部分吧，当然特别特别重要的修辞学其实还是语言。我们的语言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想法律语言方面可以说我自己个人觉得法律语言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去重视。到底法律职业它的一种特殊的，比方说，我们经常说有方言哈，可能有，我们可以说有自然方言吧，比方说地理意义上的方言，我们到重庆去，我们可以听到重庆人说话，哎呀，开始的时候也听不懂，但四川方言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基本上听个1个多月，基本上就可以。就听得懂了，然后再经过，我觉得在那儿生活这个3、5年的人，基本上都可以说一口重庆话，四川话，
都可以，障碍不大。但是我相信，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话，可能我待一辈子我都不学会上海话，因为那话跟我自己的母语山东胶东方言差异太大。我们胶东方言其实也是特别难学的一个方言。我觉得侯宝林说哪个地方的方言学的都很像，但是我们胶东方言它学起来就，在我看来就是稍微有点不是特别容易学，所以胶东人讲话那种舌头是直的，这个不打弯儿，都是没有卷舌音。然后，哎呦，好人有许多人好顽固，像过去我们军界的那几个高官，基本上都是胶东半岛的那个人讲话。我的天哪，到了70岁还是讲一口，家乡话，这点是那个胶东方言很特殊。还有一种方言，我觉得是职业方言。职业方言，也就是说，不同的职业，他讲话似乎慢慢的会形成一种词汇也好，表达方式也好的一种差异。比方说，干医的人，两个医生在一块儿聊天儿，有时候他们聊起他们自己本行的一些东西，我们好像在旁边听也听不大懂，到底是在说什么。法律职业这样的一种语言特色，我觉得是它有几个方面吧，我们不妨可以稍微说一下的。第一个就是说，它的确是有一大堆的非常非常多的一种专业词汇，你可以说它叫黑话，这样一种黑话般的一种法律语言。它是由一这个，比方说你看一本法学词典，你可以看到里边太多的这个词汇，其实是平常生活中间都没有的，平常生活中间都不用的这些词汇，但是法律职业者就会运用自如，而且这样的一种专业词汇有着悠久的一种形成的历史，从古罗马开始，这样的一种专业化的法律词汇就慢慢的诞生了。他是在现实生活中间观察到的某种现象、某种关系、某种行为，进行一种提炼，摆脱了人的自然语言而形成的一种人工形成的一种语言。英国是太特殊了，英国是他自己就经过1066年诺曼征服以后，英格兰自己形成了，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法律职业群体。律师啊，什么东西？他们自己行，这就这，因为这大家知道，诺曼人，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他带的这些个人，其实他们一直在是说法语的，然后他们宫廷里边的语言就是法语，很长时间传承多少年，到现在英国的国徽、英国的徽记、英国的国徽上面下边有一行字，这行字就叫。上帝和我们的法律，上帝和我们的法律，就是法语的。但是呢，法律职业者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一种，他们自己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叫 Law French，法律法语。哎呀，这是被那个哲学家，同时也是法学家边沁说是最怪异的一种人工语言，就是说它跟，宫廷的那些法语也不一样，它跟本土的老百姓讲的那个土英语也不一样，它是形成了一种特别的人造化的一套交流的一种语言。这种话语系统是英国的律师、法律职业者所通用的语言。所以很长时间，包括欧洲中世纪的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包括。英国的这个英格兰，其实法律职业者在法庭上讲的不少语言，其实是，不学法律的人根本听不懂，因为他们说的是外语，他们说的是黑话，但是这种外语和黑话构成了一个人们在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人们在界定一个行为的性质的时候，其实非常准确的。它节省了交流的成本，它能够说一两个词汇，我们就可以说，让双方都能知道
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法官和检察官、律师都可以保持一种良好的共识，它也能够使得公民的或者说臣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更严格的界定、更严格的保障，因为这些法律词汇经过上千年的提炼，形成了一种更可以说它是一种更严谨、更准确的一种语言。这就是法律专业语言的一个第一个特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一种摆脱了日常语言的一种行业化的一种语言，这个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它是一种法律语言必须保持一种描述性和推理性之间的某种平衡。推理是一种逻辑性的东西，描述性的语言是一种，比方说法官、律师必须要保持一种对案件事实的一种语言，就跟日常语言距离更近，它能够让一个事实得到一种生动的、准确的呈现。我们想，有时候想，这个刚刚结束世界杯足球，啊，我觉得梅西太了不起了，那个踢起球来那种是赋予柔韧性的那种姿态，那个球像长在脚上一样的夺不下来，任何人都夺不下来。哎呀，这种就是赋予柔韧性，那种语言不能够僵硬，语言不能够变成一种刻板的一种状态，语言必须赋予柔韧性的才能够描述一个案件事实的原委。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与此同时呢，法庭的语言、法律的语言还必须在这个描述性的基础之上进入到一个更富于推理性的一种语言。所以这是法律语言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所以在即便描述性的语言，我要说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还是要排除掉一些个文学化的一种东西，比方说夸张，比方说很这个叫什么，经常用比喻，这种东西是被排斥掉的，不可以用。我们不需要用比喻，我们不需要用这种类这个别的这种历史上的其他的一个人物的事情来去比附现在的事情，那都是不直接直面眼前的事情，不许夸张。我们过去经常法律语言中间有一种夸张叫罪大恶极，罪大恶极，这是什么叫罪大恶极？这都属于特别不符合法律语言要求的一些话语模式，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动物化的模式，就描写动物的语言。比方说，有一年昆明市检察院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决策，我觉得挺好的，说是今后在我们的检查文书中间禁止再使用什么狼狈为奸呐、抱头鼠窜呐、所以窜到哪个地方去啊，这样的一种词汇都不再使用。哎，当时我挺兴奋的，我觉得真好，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给南方周末，题目叫法言法语的意义，法言法语的意义，写的自己觉得昆明这个检察院这样的一种改革，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一种，你要讲人道，再最大，我也用罪大恶极，再严重的犯罪人，他本人嫌疑人，他本人仍然还是一个人，我们需要尊重他的基本的人格。你人格都被我们羞辱，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说他的人格被我们羞辱。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些谩骂式的语言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间，我觉得实在是特别不喜欢。什么叫串访？这串访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拿动物的一种行为模式来去说人，任何人你都不可以用这种东西，这不是羞辱别人，这是在羞辱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就把这个我写了一篇文章啊，然后南方周末发表出来。哎呀，发表出来这个标题我一看吓我一跳，那个标题叫
把狗急跳墙扫出法律文书。哎呦，我说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我自己在这篇文章里边表达的不大喜欢的一种太激烈的一种激情四射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法律职业者在即便描述案件事实的时候，也要保持一种语言本身的具有一种理性的严谨的一个状态，而不是用夸张啊，用一种动物式的一种描述动物的语言来去描述人，这一点是我想是特别重要。第三个特点就是，逻辑的运用，就是说法律语言是特别讲究逻辑的。那么法律语言如何能够让逻辑能够包容逻辑，能够让逻辑在这个语言中间能够如鱼得水，能够显得非常非常的自然而然的在这个语言中间，不表现出非常突兀，或者说跟这个语言的特色是相反对的。我觉得这几方面都是法律语言的几个重要的特色。但是我们如果反观我们的文言文，我们从可以说从先秦时代开始，一直到清末明初，一直到白话文运动之前，我们的语言其实是形成了一种文言文占主导地位的一种写作风格。这样的一种写作风格呢，体现在什么地方？文言文，我觉得文言文给我最大的印象是，第一，文言文特别讲求音韵、平仄、入声、去声这样的一种区分，对于我们的文言文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文言文大量的是我们的，哎呀，这个跟我们汉字这种状态有关系了。我们的语言是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语言，我们的汉语言，它是单音节字，同时单体单这个单音方体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形态，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一样的，这么排列，大小都是一样的。那么字的数量巨大，虽然我平常写作常用字大概也就是一般人来说的话就是3000多字吧，连胡适先生都说他的写作大致上用3500字，最多4000字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实际的字的数量巨大，这样的话人说话的时候就有时候同音字就特别多，同音字多了就需要某种音韵方面的一种区别，让不同的音节来去进行一个不同的声音在读起来，我们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说比方说大家记得著名伟大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经说，汉语这个东西不能够靠听，有时候单听的话，极端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在这个说的是什么。他自己曾经人自己编写了一编了一篇文章，叫全部是用一个读音读出来的，诗，作诗的诗，诗是姓诗的那个人叫诗诗，诗诗诗，我诗诗诗，食草啊，食肉民族啊，食诗一个狮子，食诗史，题目就叫诗诗食诗史。然后整篇文章写的都是史诗诗诗史史史史诗诗诗史诗史。是是是是是是，完全你要是听他讲的话，完全不知道这个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你看这文章，你就知道，哦，他讲的是说这个姓施的这位先生呢，有一次到市场上去，一下子看到了一头狮子，然后就把几头狮子买回来，如何藏起来，然后如何煮了，做肉吃，怎么做，反正是是是是是是。
这个当然是游戏文字，但是它在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汉语的特色，那就是汉语其实，即便是去用四声来加以区分，也是一种非常非常的麻烦的一个文字。那么汉文言文的这个音韵之外，它还有一种说特别讲究用典。用典，什么叫用典？就是说，你看这些古人写作啊，无论是韩愈的文章、苏轼的文章，哎呀，所有的其他的人的文章，你读起来以后，你发现里边特别的有丰富的典故来去藏在里边。然后用典标志着什么？用典标志的就是比喻嘛，比喻嘛，用以前的事儿，比方说你真是一个登徒子。登徒子，你啊，你就是一下子想到了哇，这以前的，说登徒子好色赋，说这个人很好色，说他是登徒子。然后呢，还有一点特点，我们的文言文，就是它逐渐的有了一种对仗的一种倾向。这也许是文言文，我们的汉语的写作方面的一个。有某种必然的走向，就逐渐的走向了对仗体、骈俪文。文章就是有一种，比方说四六骈俪，四六骈俪这种写作，哎，读起来都特别朗朗上口。有时候可能这个跟，也许跟，比方说标点符号长期以来在中国并不存在。那你要写一本书，这么整个这么呜呜呜这么写下来。整个你句逗没有的话，你要读这个东西的话，哎，他如果要是，比方说他要是七言诗，他读起来你就知道七个字这么读一段句，七个字一段句，哎，你就读起来有一种你知道它的意义了。五言就是五言，特定的词牌之下，几个字一段。啊，它是有一种严格的规则的。那么，如果说诗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文章又何尝不应该是这样呢？于是，看先秦时代是一个散文的时代，大家就写作没有那么严格的规范，但是慢慢里边也有一种对仗啊，或者也有一种说，上一次我提到那个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你会发现还有点押韵，还有点哎，读起来就是特别的。其实《论语》或者《孟子》里边有很多的语句，其实已经具备了一种让人感觉到很美的一种对仗的意味，当然也包括用典的意味。这话就会让中国的语言天然的具有某种，走向一种特别文学化的一种表达吧，唐诗宋词。各种汉代的赋体就变得非常的发达，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赋那个赋的，都是动不动就是一个赋，赋就是一种骈俪文，特别讲究对仗。我的一位师兄高红军教授，哎呀，他能够写很好的赋体文字，那是我很钦佩的。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共同主编的一套丛书，最后说要写一个主编序。编者序，最后我说你写吧，你的文采飞扬。结果他就全书用赋体写了一篇序。哎呀，这个书系列的丛书出版以后，许多人读了这个赋，由下边数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结果好多人还说：“哎呀，贺一方从来不知道你还写文章写的这么漂亮。”我说：“那不是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说我的手剁了，我也写不出这么好的这个赋体。”这个是中国传统语言文言文，尤其是由什么科举来推进之下的这个文言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它的这个音韵方面的讲求，它的用典，它的对仗。那对仗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有一些争议。比方说胡适先生。在1917年那个时候
发表那个文学改良刍议，然后呢就非常强烈主张，今后写作不能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的那种东西，就是他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他认为这种用典对仗啊，这也是个追求，完全就是一种死文字。我们今天用白话文，白话文就坚决不能用典。坚决不用典，他一辈子都是经常是不用典，写作的时候经常排斥，他不愿意用，他觉得那文人气太足。他白话文极端到什么程度？他那个日记，本来胡适日记就可以吧，但是他的日记本封面他自己提的字是胡适的日记，胡适的日记，这个就是白话文到极端。但大家说你这个人一辈子不用典，但是你说文学改良最后实际上是被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就是一个典故，最后他也承认说完全不用典其实也很难。当时争议很大，保守比较保守一点的人，甚至跟胡适关系非常好的人，比方说这个陈寅恪或者说陈寅恪，我觉得将来可能会还是改成陈寅恪吧。陈寅恪先生，他就1933年，他当时就受命来为清华国学院的入学考试出一道题，出题出国学卷。国学院的入学考试呢要求很高，其中有一道题就是让大家来对对子，对对子，对对子对什么？然后出的。这个题是叫孙行者，用孙行者来对下联儿啊，最后大家考试这孙行者最后就获得最高分的是答的是祖冲之，孙行者，祖孙行事行和冲都是动词嘛，之和这个者，知乎者也，这都是虚子。然后这个是成绩最高的。其实陈寅恪先生当年可能是希望说，他的心中的标准答案是胡适之，胡适之，因为胡适的胡和孙都是猴子嘛，是和行，哎，也是动词。然后胡适之孙行者。这个特别特别棒，中国古代这个对联艺术真的是特别了不起。什么无情对，有人说堂前这个给一位姓李的送一副对联，叫堂前花未放，堂前的花还没有开放，阁下李先生，那个阁楼下边的李树李子树。李先生生出来了，李先生，对，李先生，哎，堂前花未放，阁下李先生，哇，太棒了，这个很漂亮，送给姓李的人，这副对联真的很漂亮。那么当时这个这是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重稿二编。这本书是80年代初我买的，这么厚的书还在中国书店买降价，本来定价是1.15元，降价到7毛钱。这本书在金明馆重稿二编里边收入了，陈寅恪先生当时写给著名的庄子方面研究专家。刘文典写给刘文典的一封信，他专门说也致刘文典刘书雅先生关于国学考题书，然后就是给刘文典先生解释他为什么要出考题的时候出一个对对子，他认为用对对子的方式最能够有效的去检测一个考生对于中国语言的一种把握的能力，高明的语言，高明的人就是阅读量很大，同时悟性很高的人，他能够做很好的对子，这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哎，考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他说呀，其实对联儿这个东西呀，它还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性的一个语言的一种语言游戏，它其实是一种正，还有辩证法。上联儿往往是一个正面的命题，下联是一个对立的命题。然后呢，相互之间有一种正和反两方面，但是呢，好的对联最后让你一定会有一种更高的一种和的一种层面，也就是说，这两个正反的两个意象对立的立的把它对立起来以后，你会发现你能够别有一番新的境界。这样的一种，说对联是一种辩证法，体现了一种很辩证的一种思维。他认为这种东西是不可以否定的，不可以否定的。所以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跟吴宓之间，吴宓是坚决反对白话文运动。他一辈子，你看吴宓到晚年写的日记还是要坚持用文言文写，他坚决反对用白话文，觉得白话文真的是斯文扫地。然后就因为陈寅恪在这方面跟他可以说引为同道，因为陈寅恪一直到晚年其实他的写作仍然还都是文言文，有时候这种东西确实题目看上去很吸引人。这位老先生曾经在香港准备到英国去治疗眼睛的时候，在香港待着，后来香港大学还是哪个学校请他去做个演讲，学术演讲，叫他讲钱柳姻缘，钱谦益和柳如是是著名的一个妓女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婚姻的关系。然后他去讲，哇，香港许多人一听这个题目觉得好好玩的一个题目，肯定会有许多八卦的东西，结果就大家都来听，来了好多人。这个老先生讲了大概不到20分钟，下边人都走光了，因为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就完全是旧唐书、新唐书，怎么这个明史啊，什么东西，给你来一通这个引证，然后考据，最后人都走光了。这是，但是这个就是文言文的这种，还是有一些人坚守的啊。还有另外一位坚守文言文的人，虽然他是两条腿走路，文言白话都是了不得的。这个就是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写很好的白话文。他早期的散文集这个写在人生边上，这个是写在人生边上，这是他的那本早年的文集，给大家显摆一下的，这是钱先生签名送给我的这个他的文集，不能在这儿显摆，否则我的家里边安全会有问题。这个这是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了，比较1984年吧，大概是1984年，写给我的一封信，到现在我还珍藏呢。前一段时间好像有些网上在拍卖，说钱先生的一封信能够拍出五万以上的价格，我听起来有点儿。这还这么值钱呢。钱钟书先生呢，其实他的思维一直保持着一种平衡，他用白话文写作，比方说《围城》这部小说大家都很熟悉了，还有他的另外一个短篇小说集叫《人兽鬼》，都是非常典雅的一种白话文。还有他包括他的白话的那个那个论文集叫旧文诗篇，我看看，对不起，哦，叫七罪集，七篇文章合到一块儿去，
你可以看读得到那种最典雅的白话文，同时你可以看到他在40年代的著名的著作《谈一路》，一直到80年代初《谈一路》在再版，然后呢，80年代初陆续出版的《管锥编》，煌煌四大卷的这样的一本，可以说是我觉得无法企及的高度的一部伟大的文学评论著作。其实不仅仅是文学评论，它其实是文化评论，它是要打通中国跟西方的这种文学的各种现象的一种深入的研究，而且里边还有许多包含的很丰富的复杂的思考，包括政治的，比方说包括对于专制政治的一种抗议，你在里边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种著作却是用最典雅的、最有许多人望而却步的那个文言文写出来的。钱先生呢，其实他也是他当时人们问他说，因为这部书是1974年、1975年陆续的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写出来的一些手稿，然后在干校啊就在酝酿啊，回到北京就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写作。有人问他为什么用文言文写，他似乎回答有点调侃，说就叫别人看不懂，就那红卫兵看不懂。然后实际上他另外一个严肃的说法是说，他要检测一下中国古典语言它跟现在的我们的人文的研究，对现代的人文研究之间是否可以相互兼容。其实他的一种信念是认为这是可以兼容的。但还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对于这个对仗也不是一味的排斥，比方说钱钟书先生对对仗也给予了非常多的一种表扬，比方说这本书叫《史学九章》，《史学九章》，是作者是汪荣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我一下想不起来了。这本书是在我在台湾买的，哦，对，是前不久刚去世，这也是他，其实这不是他赠送给我的，这是我买的，但是后来有一次跟他见面。我想请他签个字，他现在魏方先生指证荣祖，这个2012年6月于北京，在北京跟他见面。汪荣祖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他说其实对仗这个东西并不是中国文字所独有的，而是说其实西方也有。比方说他举了一个很显赫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dward Gibbon 那个吉鹏，或者说翻译成吉本，吉鹏在这个在他的著名的著作叫《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衰亡史里边有那么他发现了有一些对仗式的表达，比方说他说这个吉鹏的，他翻译成中文的，他说学问与正义为文官唯一之条件。勇敢与刚纪乃武将不二之准则，这是吉鹏的著作里边的原话。这个他翻译成中文，其实原翻译成中文的这样的一种对仗式的表达，其实跟英文很对应。他说这种看起来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或者说普遍的审美现象，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有味道的可能陈寅恪说的也有道理。陈寅恪先生曾经举过西塞罗的例子来去证明，西塞罗的著作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推敞。但是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中国的这样的一套语言系统，就是说官方语言也好，或者说高雅语言也好，精英语言也好，它跟日常语言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距离。高雅语言，这个文人士大夫阶层经常大家日常大家使用的语言，无论是书信，无论是写历史的，都是使用的一种很漂亮的一种东西。但是现实生活中间的语言是什么？现实生活中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
他们的语言其实是经常是你会发现粗鄙不堪的一种语言。粗鄙，哎呀，这个，毛泽东讲说，卑贱者最愚蠢，高贵者啊，就高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高贵的人讲那些个迂腐的东西，用华丽的语言来讲，但是下层的语言长久以来，中国的文盲率那么高，一直保持那么高，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这种语言的特色就是这种两分？这种两分就是说下层到上层之间的距离很遥远，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二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说，这种语言居然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种专业化，也就是说它走上了一种极端的人本主义。极端的人文主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变成了一种特别的通，就是通识性的东西，而很少能够形成一种专业性。我们不能够包容，不能够容许这样的一种专业性。这个也就体现了那些州县官员们判决案件的时候，一种他根本不能够把一个事情走向特别专业，因为田土纠纷也好，这个刑事案件也好，它都是用那种普遍化的语言来去进行描述和进行谴责也好，做出自己的判决也好。第三个呢，很大的问题是这个语言没有办法去变成一种演讲语言，演讲语言它不成。《古文观止》一本书里边好多好多的各种各样的文体。但是你看到演讲体了吗？中国古典2000年的历史，我们居然是一个没有演讲的国家，演讲术基本上不会存在，因为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言文没有办法变成一种演讲语言。你能够现场就是不看稿子就朗朗上口的就开始讲吗？有一段司法判决书，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里边引用过，我也经常在后来的一些演讲中引用的有点许多人都听过，我也不必重复的在现在我背诵一下子这个判决书的一部分，大家看看能不能。这是余承龙关于余承龙的一篇妙判，我稍微背诵一小段，你们可以能听得到我在说什么吗？官居拥好求之事，周礼重嫁娶之宜，男欢女悦，原属横情，夫唱妇随，四成良偶。钱万清御膳雕龙，才雄一马，风婉孤鹰，风柳絮素号真神。粗则情传素简，贫来问字之书；既则梦隐巫山，静坐偷香之客。以西席之嘉宾，坐东床之快婿，方为晴天不老，琴瑟欢谐。坦率地说，这个好像还比较容易，能够慢慢的，如果慢慢朗读，慢慢的背诵，你还可以听得到大概大致上的有些东西，但实际上不准确，实际上无法再让每一个现场听我讲话的人能够都准确的知道我在说什么，更不必说更艰涩一点的东西，那更是，哎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我前几年看一本书，是一个日本人写的，这个在明治维新以后，福泽谕吉他们也在推动着一种所谓的新国语运动。新国语运动，这个新国语运动就是要尽可能的剔除在大声的说的时候人们听不懂的话，也就是受汉语影响最多的那些个语言，让一篇报纸的社论也好，或者说一篇其他的文章也好，我们读起来都可以说一都可以让在现场有一个人在读，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得懂在现场在下边。但是这是日本的这个新国语运动，我发现这是比胡适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要早30-40年的日本的白话文运动。所以呢，没有白话文，如果采用文言文，你们可以想见中国的议会
如果我们有议会的话，议会里边就没有办法开展辩论。如果没有白话文的话，我们的法庭律师之间，律师跟检察官之间也没有办法开展法庭上的辩论。那么我们就是一种特别怪异的一种东西。我前年我写了一首诗，就是关于我们的文言文的一首诗，就是我们的汉字的一首诗。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体现了，我觉得这个字啊太不容易了，它变成了一种只能靠耳眼睛，靠耳朵是不行了，只能靠眼睛来看，而不能靠口说，或者说用耳朵听。这首叫《方体单音字字求》，每个字像囚徒一样的。这个叫深思细考起高楼，经国大业文人士，眼目聪明锁耳喉，眼目聪明锁耳喉，耳喉就没用了。这是我们的语言方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我从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前两讲讲胡适在其他的方面的一些贡献。我要说胡适最伟大的贡献，还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近2000年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高雅的精英语言的文言文，其实它的生命已经到头了。我们应该推广白话文。另外一方面，我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今天之所以举出来陈寅恪、钱钟书先生这些例子来，我觉得我们不要混淆两个事儿。这两个事儿，一个事儿是说文学性的事儿，文人文学的，大家纯粹的，我就写写文学的东西；而另外一个事儿是公务，这个公文式的东西，或者说更普遍的，大家在知识领域中间的探索性的东西。这两件事情其实可以有所区别，我们不把它混到一块儿。一个人完全追求一种文言式的写作，它是一个文学化的表达，这个非常好，也可以。我觉得应该中国的文言文应该保持一种长久的传承下去，世世代代都会有钱钟书这样的人能够把文言的这种写作能够写得这么好。但是这是文学家们的事儿，但是我们的法学、我们的医学、我们的物理学、我们的经济学，我们就不要去每个地方每个领域都去写文言文来去使得这个国家能够变得在这个两方面有所区别。这是我个人这些年思考的一点心得啊。所以这个马克思韦伯的一段话，我们不妨作为一个今天的讲座的结语啊。他的这个韦伯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只是通过传教士的一些书信来去了解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一些著作。他评论过科举问题，他说中国的科举根本不像我们近代考法官、医生、技术人员等理性官僚制的考试制度，他根本不确认，根本不可能确认一个人的专业是否合格。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句话。那么它可以告诉我们，今后我们的专业的语言、我们专业的考试、我们专不同的行业，大家如何去用语言来去表达自己，如何用语言来去改造我们的政治、改造我们的法律、改造我们的社会，这方面我觉得还是用一句俗套的话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吧。好，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